镜头里你看上去相当胖啊。你在拍我？胖个屁啊，这叫丰满。小心哦，不要脆了。我如果今天脆的话，我老婆就不让我上床，让我睡厕所了。看上去好紧张啊你。能不紧张吗？第一次飞啊，第一次飞这精灵三。你来飞一个试试看。